有学到很就是一些很正确的观念，就是那个需要练习。他很 OK， 他很 OK。新戏演那个性治疗师啊，有真的学到什么厉害的事情，或是知识？厉害，我觉得就是学到最、原本不知道的，学到最正确的一些观念。嗯，知识观念，对，我觉得是观念。是哦，我有说公司也有，也有，也有，都有。冷静，大家冷静。性教育咨询专线，您好。是不是任何跟性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咨询？都可以问啊，我这条腿会发麻呢。有学到很就是一些很正确的观念，因为那个老师他是心理跟生理的双证照的老师。姿势有哪个运动？是那个需要练习。可是现在会怎么？他很 OK， 他很 OK， 为什么？很 OK， 非常好，是锻炼某些肌肉的、啊，男生女生都有。都可以做。其实性治疗师并不是大家只有单纯想到的所谓的要什么姿势啊，或者只有弹性而已，它其实也是要从心里面出发的，它是双向一起在做沟通，带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很健康的，然后很大方的去弹性这件事情。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其实都是可以有专业人士来询问的，只要你愿意发生，就是很多的事情都要从自己的心里面发生出来。就我不是那一种主动会先一直拿出来讲，但是如果你跟我聊，我是非常 OK 的。会不会觉得说之后如果播了，大家都会找我，是不是？对，把你当成真的是性质性治疗师。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的抬举我。目标吧，就鼓励大家聊，所以你敢私讯也是一种聊嘛。对，只要讲出来都是好的，就怕你不讲。怎么样笑？哦，没有了。他说你，他可能想要跟你讨论。你有想要问的问题吗？我问。哦，真的吗？你问，你问。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。好，我在私信你。